家好，这里是生活好办法。啤酒和食盐放在一起能干嘛呢？你们肯定没想到吧，它能解决家家户户困扰的难题哦。怎么做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喷壶，加入食盐，接着呢我们再加入啤酒。看，食盐加上啤酒，它们起反应了。咱们别着急，接着往下看哦。拧好盖，我们给它摇一摇溶解，这样呢一个强力的清洁剂就完成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妙用一，清洁灶台重油污。我们喷一喷强力清洁剂，用抹布来擦拭一下，看，一擦就干净了，油污跑光光了，效果非常的赞吧，大家赶紧试试哦。妙用二，淋浴房水龙头水渍，长时间使用导致的水渍很难清理，有了它一擦就干净了。大家看，是不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？效果杠杠的哦。妙用三，瓷砖死角卫生，犄角旮旯我们常常会忘了清洁它，导致积得顽固的污垢，我们只需用这个强力清洁剂一擦，轻松就清洁干净了。咱们这个自制的清洁神器是不是很实用呢？用这个来清洁，简直比买的洗涤用品还好用哦。大家帮忙转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能帮妈妈们减轻生活难题哦。